Okay. Yeah, you need hey, Chloe, do you want to meet Lollipop? No, say. You don't want to meet Lollipop? I don't have any. Mommy? I was making dumplings. I don't have any time. You bet one of them. He is also Lollipop. No, thank you. Did you see? I didn't hear that. Yeah, me. Like, you don't want to meet Lollipop? No, thanks. That looks better, though. Now, let's flip it over. On my mat. Count us three. Guys, count with me. Come on, let's finish here. Son. Hey, yeah. Come on, let's finish here. Come on. Yes, I'm not. 少颗馅儿啊，四五六年，这玩意儿能八九，七八九，七八九，是 eleven， 嗯，耶 ，twelve，thirteen， 哎，哪那么薄？那脚啊，那不夹吗？那是薄吗 ？fourteen， what's that？ 嗯，你干嘛给拿走的？你刚包装呢，你给爷爷拿走的。哎，你咬它凉不凉？凉不凉？不凉。你这个爷爷拿走，爷爷咋包啊？哇！拿这个包来。那这个。摁一下呗。那这个。啊把啊啊啊啊！这个嗯。嗯。再吃点吧。你帮我面。你也行，也行，也行。我也好听听。你切吧，切一小点儿，切小点儿的。哎，你看你这么蹭，对，这么着，这么蹭，这么蹭上。哎，对，对，好好好。拿去，你先。哎，没站好，来，再站起来。哎，哎呦，这这么大呀、啊！嗯。你这你这你有的，因为这也不能给妈妈包了。我有好听，我会的。没有听的。没几个会，不能那么当地走丢。那我会，包不好。也要。包好了才能会宝宝。你这样吃，你这样。OK。正不，这样走直起来，这手这正直的，对对对，哎呀对，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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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中间，正中间来包。行了。正正正，爷爷正正。一点往外来，一点往外来，一点往外来，一点往外来。哎，好了，你等一等。有。哎，你等会儿切啊。哎，切太大了。嗯，对对，拉。哎呀。先这样，先这样，这样。我也好漂。嗯。好漂。嗯。就这样。你等，你等，你下回捣蛋，他就不让你包了。有啊，有。这不能捣烂呐。有。是不是啊？有。是啊，包饺子不能捣烂呐。你自己的面也不用呢。哎。你自己的面得用完。没有，你好用这个。啊，这个。你用啊？那是小孩用的。嗯。那是小。别那是小孩用的。哎。那小孩用的 no, 也不听话，是爷爷的。你讲完就行。你得学会，你得学会用自己小孩用自己小孩的呀。包去吧。那呢？啊，这个给你包来。哼、嗯。你面的太厚了，那个。看着点薄。拿出来呢，拿来我包，拿出来呢。看 ，I love you。嗯哼。难呢。就是这些不用拿，他鼓捣就不让我，不上那个乱跑那玩意儿。吃包。你不上你小面板上赶去吗，宝宝？你跟奶奶要小的，完了你又不去，是不是啊？你要是小的。哎呀，包红心，红心呢？红心，包红心，你看，包红心，包红心的，包个饺子吧。妈妈看。包红心的，包红心。哎，馅儿。妈妈。哎，好看吗？看。红心呢？嗯。
Let me see. 哎，红星，红星真好看。Very good. Let me see. Okay. 抱抱，你看看，那叫啥呀？那叫饼。I love you. 嗯，红星吗？包饺子，奶奶给你擀个薄皮，你跟妈妈媳妇搁点馅儿。来，给。给你点馅儿，肉肉可以放这里，放那里呀、啊？太厚了，那没个下饺子。自己放，自己擀。爷教你，爷教你不敢来，爷教你。哎，红星，红星。太小了，这个太大了。哎，这大红星。对，得大红星行，再薄一点，还知道擀呢。嗯，这么擀。谢谢，可好了。啥时候拜拜。咦？那个那什么，你一宿没睡呀、啊？到了，可管事儿了。到了，哎，真好看，真好看。睫毛到了。爷爷红星，爷爷红星不好看，这种不好看，是吧？这种不圆，就不圆。妈咪，瘦爷爷。爷爷又圆了。又瘦爷爷 ，OK， 瘦的宽吗？爷爷 ，OK。爷爷没你好看是吧？爷爷没你好看是吧？不折腾一不干活，妈咪乐。哎，你看擀那么薄皮儿哈，一下子皮还这么厚。嗯，有一次薄，我爸上回擀。没。擀太薄了，怕这馅儿呢。妈咪，can you show him？ can you show him？ 吃吧。No， 那个是爷爷的。爷爷的这个。一包没得好看呢，一包的。我能教。那教一吧，教爷爷。谁教谁呀、啊？他教爷爷。哦，真好看。你看看这个。哦，真好看。你能？大红星真好看。你大红星真好看。你当老师。哎，大红星，哎，真好看。你照着，哎。那我会那个了。嗯。我 help you 那个，我会了那个。哎、这红星真好看，红星。哎呀。因为爷爷，昨天晚上我弹钢琴，听见没？听见了，能听见，可好看，我还看录像了。哎呀，可好弹的，嗯。哆来咪发嗦，嗦发咪来哆，哆来咪发嗦嗦嗦，嗦发咪来哆哆哆。一会儿走之前咱就弹了，今天庆祝可洛伊弹学习好，然后咱们去船上。啊，是吧？嗯嗯，庆祝一下。嗯，是不是庆祝可洛伊好？爷爷看，哎呀，这原来我要有十，跟爷爷比呢？那写的不对呀，没有三和四，没有三和五。要真的，再补上，再补上，那小比补上，三和五。你教的林数、奇数、偶数、相邻数。哎呀，这个不能擦不掉了。你把爷都给擦掉了。给他倒点那啥，给他倒点醋。大家，哎呀，咱们去给他放醋，你看咱们碗。醋搁哪呢？就搁那个地方，经常喝那地方。哎，这个地方上 so good。爷爷。哎。爷爷。这可乐也给他爸送的。啊，那小喝呀。可乐姨呀。嗯，去拿个碗给那嫂子当着摆，还有大米饭。少倒点，哎，能包没包饺子？可乐姨，包没包？那不包呢？我包，我一个都没有，我咋包刚才？小子，我没有米饭，你吃吧。有米饭，没有米饭。那你去给爷爷弹钢琴去吧，去吧。好，那写写对，你写好写是吧？你写的好写，你大的不好写的。你这么得教几个中文字？嗯，搁这儿。爷爷教你的字来，爷爷教你的字，好好来。那个起。爷写什么笔写？红面红笔呀。你这个写啊。那叫动物猫狗。哎，念什么就是。不都反刍的没完了，不没有进步了，不学新的。耳朵眼儿，手机手，听。东东老师，这几个字现在不用写，现在不用写，就会念就行了。你这孩子长这么大，他会念一千个字了，一千个字就会自己看简单的书了。英文也得教他单词。英文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教他认识，我在美国经常用的。我会中国的。那会中国的。一二。哎呀，你拿这么写一样呢？大写的。这么写。大写的他不行，写大写的一二。来，
包饺子他没包，包了，不是二是六，有两个横，大写的二，二，对，四像回家的回像的，口里头搁一撇，这是那女的也不想上计数来，那相机开始焦了，他挺爱爱兴趣，那几个字儿，这几个，这几个。你写吧，你写，你写，那就走了，那就走了。不是等啊，他写，你教着写。你教你写，写不写？一竖一横一折，咋的？哎呀，这回你知道我怎么还吓唬他？这回你是吓唬他吧？你要走了，你说这话不来，我吓唬孩子。哎呀，四姐，真好写的，这就会了哈。那写五，那让爷爷教个五，你拿着笔写五，完了你学，你写一行一竖。一竖。有五个字写。那你搁那儿写，爷爷搁上面写。爷爷搁上面教你，你搁底下写，你写吧。六。他会。好了，一行，完了，还有一竖，教红笔竖，一边写一边就教他们。哎，对，五，六。一点儿，一横，一撇，一捺，哎，六，七更好写，一横，一竖，一勾，八，这个只有中文有，英文没有。嗯，行。好，哎，行，教看书，看书，你都有啊？你这个看那个课可好了，没有馅儿了，没有馅儿好，完了不包了。包糖还整的不包糖吃不他不吃就不包那留个下面片呗留个下面片不整好了这几个饺子让你吃给我拿个筷子筷子都是用过的、你自己拿不是给他爸在后边拨点后边我后边就行要不是肉就行这什么菜嗯，你这个是露出头的，这什么呢？这不十个呢吗？屁！那十个吗？就是。还有屁！十。可乐一些，可乐一些。再重新给他擦，重写那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系统的教他一下。